男生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追女生才会被认为是一种很大方的行为？这个教学课程好像永远都教不完。不过我们还是请了其中的3位达人来试试看，告诉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掩护跟女生要电话的这个行动，而不会显得太粗。好，欢迎你们3位。Hello， 你好。欢迎。3位当中，我认为达人不是以粗鲁著称的吗？直接。我听说没有什么粗鲁啦。我听说白云在业界要电话的程度已经到了，他忘记自己要过人家电话，就再要一次。是老缺氧吗？不要再要。不是啦，是因为真的认识太。潘若迪的那个招数比较适合很多专业男士使用，就是用工作来掩护你的。对，就是说你不要太直接，因为直接女生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哎呦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对，那你就是很随性一点。你的理由通常就是说要不要练舞，是不是？不会耶。如果说这样，像我们现在这样工作情况，如果有比如说有女生的话，那可能那一天大家我们一定会在后面拍拍照什么，然后你要不要照片？你要照片我可以，好，我发给你，我弄 APP 给你，对，我可以 APP 给你或什么，就是很自然这样讲。了解。但是你说没有关系，如果我会先这样，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功能就是碰，对了，2个对碰。我说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给我号码，我直接跟你碰就好。哎，不用，我给你 APP。假装不要他的号码，对，卸下他的心防。对，就是你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其实跟你拍照片，只是那个碰是一个很甜蜜的行为，对不对？就是把号码撞过去。对，但第一个是你要可以跟他碰嘛，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把你电话拿过去，他自己拿了2个电话自己这样碰，那就等于碰到自己，其实你自己也没辙啊，就是这样。只是有这个功能，可以这个功能长在前面先。让他觉得说，我们不是纯粹只是为了拍照跟你要电话号码，对。所以会被你们要电话，女生是一定要漂亮吗？啊，会，应该是自己喜欢或者觉得。以潘若迪的工作来讲，有时候争取学生来跟他上课，也是一个工作上的需求，所以说不定，对，你希望他来上课，你不一定是要把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郭鑫，你如果要到的话，你也是不立刻打。不会，我觉得马上打的话，搞不好人家会觉得你有点随便，就是一要到电话就说我们待会就出门去吃饭干嘛的。我甚至于我不会说一见面就跟你们要电话这样，我可能就是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我也不好意思，我可能就是会要碰个好几次面，我才会跟人家要个电话。那会不会在要电话之前先搞清楚对方是不是单身的？不会，这个倒不会啊。那万一你要到了，然后结果已经动心了，就他就是一个，那就是朋友嘛。这个要啦，这个一定要，这个很重要。先搞清楚。教战守则第一条就是要这样，你先搞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单身、已婚、未婚，这个要搞清楚。可是因为我知道百云他没有办法像潘若迪那样使用脑子，还迂回的去问，他就只会问说：“哎，你现在是不是有男朋友？”你现在有没有老公？所以你都是直接问吗？你都会直，还是你根本不管她有没有男朋友？我不会，我只要看这个女孩子我喜欢的话，我不会先问她这个，我不会去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或怎么样。那万一你真的动心了，然后她有男友？我曾经有碰过，动心了。后来我跟她就像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都有 APP 嘛。你有没有智慧？你干嘛用智慧型手机？就是没，想要靠智慧型手机啊！电话发呆，我也有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传一传，结果他说他有男朋友啊。我说反正又还没结婚，男朋友算什么？我们要公平竞争啊！哦，反正女孩子好开心，会讲，她很开心，这样呵呵，那可能是冷笑啊，呵呵。没有，你把我歪了想，可以想好了嘛？那是冷笑啊。怎么办？结果我跟他说，本来前天要吃饭，他说他没有空，他下个礼拜1、2可以给我。哦，那就很好啊。对啊，那我刚才讲的那个有 APP， 那个是因为他哥。给我他妹妹的电话，而且他是一个圈内的名模啊，我后来才知道。写下来啊，写下来。来，我不知道他英文名字，我不会写啦。写中文啊？也没有中文啦，而且那又不是命运本子，那是台版的，会不会太大了？那呢，我想他们3位应该也不至于天真到认为这一集只有他们3个人吧？没有。其实呢，我们刚才还在想，我说奇怪，我第一次来康熙，起码随便有4、5个嘛，但是为什么只有3个？难道陈汉典现在涨价了吗？蝴蝶，所有预算都涨。蝴蝶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好，对，各位，过分了哦，康熙升堂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非常难得的就是会有来宾来检验一下，到底我们这几位男士刚才所说的话是不是认真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很开心。突然又来了，天朝地怎么又出现了？今天节目到此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，康熙来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你是要吵架了？牛头，牛头马面。哇塞，好，我们的你的蝴蝶变得太快了。我们的中塔已经布置好了，牛头马面也打扮好了，小孩子，我们上桌吧。三位男士请坐。真的被什么叫被框？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就是被框了。怎么样？ 在这个大人面前呢，就不要再说谎。有什么事情就大家就直接先跪在地上。因为上面那一段你们三个还想要装出人的样子哎，我们很正常哎，你们想要侃侃而谈自己很健康的追求人生的方法。说话吧，很健康的，我感觉到这个整集我们都蛮健康的。各位先不要慌张，因为呢那个。 案主是一个一个进来的哈，所以对，都三个，目前三个。哎，你不要相信这三个，他可能后面又搬三张出来了。牛头蝴蝶，是的，麻烦你带第一位人证进场。好，哎，好，是谁？是谁？人证请坐。好，我们的乃珍小姐其实外形很靓丽，所以如果被在座的男士。 要求给电话号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可是呢，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就是三个男生当中，跟乃珍要过电话的，不是只有一位。我才不要做！只有你吗？哎，两个人。等一下。 我没有要过，是别人给我的。对不起，请教一件事情，你们两位彼此知道要到同一个人的电话吗？不知道。所以如果知道潘若迪也喜欢他，你会抽身吗？不会啦，当朋友啊，对呀。乃真他们两个人是谁先跟你要电话的？先白云哥。然后当时什么东西啊？当时白云跟你要电话的时候，你有想要给他假号码吗？来得太快了。 他就马上就迅雷不及掩耳，我就来不及反应，就哦好，就给了电话。然后你回去有跟经纪人讲怎么办？你给了白云电话，然后经纪人就说你就自己好自为之。没有啦，经纪人现在还在带你吗？还在带你吗？不要气啊！没有啦，他一直说就自己给，然后自己就是看怎么自己应对就对了，对自己应对。然后有打吗？一开始有，白云哥其实很。 就是乃真告诉我们说，你跟女生要电话，要到自己都不知道要过人家电话，所以是其他模特告诉你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刚好就是有听。郭鑫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他后来又要糟糕了，白云可能忘记了他在大家的面前对乃真提出了什么样子奇特的要求。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追究，好。好，牛头蝴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带进来第二位证人，郭鑫。 她也是漂亮，她是漂亮女生啊，所以跟你展开追求的过程，这个男生比你小几岁？还蛮多岁的，有没有超过3岁？有。 所以他追你，你是觉得恶心，还是说很开心？嗯，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，那时候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太小了。OK，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几年前？我们认识有10年了。几年前？ 10年了吗？10年了，我认识你了，还有说太小了啦，很深厚的友情。10年前，他跟现在的样子差别在哪里？年纪有比较大一点。然后他当时身材也练得这么壮吗？没有。所以如果是现在的他追你，你有可能喜欢他，可以考虑。哎呦，三位男士中10年前是谁追王丽人的？还不给我招出来！ 就是我，郭鑫，你10年前不是才20岁吗？对啊，你真的好有种哦！没有嘛，因为我个性一直是这样嘛。你喜欢就追。对啊，我觉得我怕以后会后悔。你当时是演员还是广告模特？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拍戏，我们常常就是一起从片场回来嘛，坐捷运从淡水坐到台北。你是追很勤吗？ 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用，你觉得有很勤吗？国兴在20岁时候追王丽人的方法，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。红头蝴蝶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老师，你准备了？你准备是你各位大人，是你第三位人选，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。带进来是谁？请欢迎他。王丽人要被处斩，郭兴喊刀下留人。有没有发生是你根本当天没戏，你也把他拽出现场？ 也有，很感人的，有感情，但他不知道是他心里有别人。那时候，所以通常女生会保留一个专门来接送的女生，很会玩这种。有一个人就用来当司机的，一个人专门来当司机。应该斩的是王丽人呢。不要乱斩了，还有你先。各位大人，你第三位。 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。带进来是谁？请欢迎他。真的吗？白云哥跟我吵架了，你不要造谣。不要造谣，你不要乱讲，你不要乱讲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乱讲。白云哥跟我传过绯闻，对，郭兴跟我伴郎跟伴娘，对对，然后。 潘到底真正的追求过我。哦，老师，你去那边，不好意思，你现在出去砸人，你现在就砍死我！各位大人，请大人治罪，砍死我吧！对，各位大人，我跟大家讲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你知道鸭子曾经担任过潘若迪的什么吗？什么？鸭子曾经担任过潘若迪的。 生日派对的女伴，现在马上就砍死我！大人，请听我慢慢道来。没有潘若迪，我对你完全是改观呢，对吗？形象大加分，加分啊！因为你表现是很，因为你懂得欣赏有不同的乐趣的女生呢。 你没有要指感谢大人，完全不需要斩啊！我觉得你是非常有品味的人啊，没有，你有看内在哎，真的吗？所以我很愿意，你是一团迷，我不了解你，我很愿意知道详细的状况，我也不是很了解，以及为什么后来会无疾而终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们都没有说谎吗？你们两个？没有。好，我们欢迎鸭子小姐，请坐哈。你觉得谁受到震撼比较大？变这样，我觉得观众看到鸭子。 就很多女生觉得啊，人生还是有希望的，有希望。我觉得对郭兴有点不公平，因为毕竟是10年前的事情。哦，先来问一下王丽人，当初一起演出的时候，她出的第一招是，就因为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台湾，中文也不是很好，那又很害羞，都自己等戏的时候在旁边看书啊，那就很，她就是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是年纪差不多大，每天就是在等戏都在玩，然后她就会看我落单，对，她就会来跟我聊。 聊天，他的战略是一开始其实他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淡水拍戏，他每天骑摩托车送我。台北市吗？而且我住永和，好感人哦！我住永和，那时候还没有捷运。有，可是因为我们都是拍，我们都是晚班，太晚了，我们都是晚上的戏，然后拍完的时候他就会骑摩托车要送我回家，他跟我说顺路。 可是我住永和，他住台北市，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。他说没关系，我顺路。可是我是住福和桥，一定要过个桥，然后他要再回来，一定要过福和桥才回来台北。到淡水要骑多久？50分钟。看什么时间。如果是没有车，大概要40-50分钟。他要在你的摩托车后座坐40-50分钟。他有一次还坐一坐睡着了。 哇，那你最开心是这个时候。你有感受到他紧紧抱着你吗？嗯，他其实不好意思啦。那你要帮他准备一顶安全帽吗？有，他都有。然后他有环抱你的腰。嗯，其实没有啦。那他抱哪里？他就抓后面。啊，你那后面要拆掉啊！你知道吗？白云哥，那后面要拆掉，那我以后会啦。老师坐垫上面还要打蜡。好，打蜡为什么打蜡？因为你紧急刹车，他往前滑。有这招哦！哎呀，往前滑！哇，好啊。 好露骨哦，3个人一点羞耻感都没有。白云没有用摩托车载过别人，哪载得下？以前他那个时候是尾是排的比较后面，水果没有这么大只嘛，不是因为它在别人的话，别人就已经悬空之后，像旗帜在飘了。所以，请问你觉得是从第一天邀他上摩托车就心中有了爱意，还是越载越爱？ 我觉得就是喜欢他才会载他，然后到手的时候就会觉得太好了，然后就越来越爱。对，那会一直爱到什么程度就会淡掉吗？以20岁的男生来讲，应该是得到他想要的，就会开始帮他叫自己。没错。他那时候就有一次，就是大家聊了，就是常常休息的时候聊天之后，放饭一起吃饭之后，他说：“那要不要留个电话？因为其实我住你家蛮近的。那假如下次我们的班是同个时间的话。” 我可以顺道去接你。那班如果不时间不近的话呢？也会顺道啊。他说没有关系，因为差不多时间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有。现在回想到，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无知，他真的很有心。你当时是不顾你自己的拍戏时间，只要是他要去现场，你都载他。有时候会早一点到。他会早一点。有没有发生是你根本当天没戏，你也把他载去现场？也有，很感人啊。所以在一起啊，还是在一起？这怎么不敢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看班表没有他的哎，他还在。 我不知道，不是有一种情况，他不知道是他心里有别人啊。那时候，所以通常女生会保留一个专门来接送的，女生很会玩这种。有一个人就用来当司机的，一个人专门来当司机，当什么接送或什么什么，因为这个人也不是固定。应该讲的是王丽人呢。其实因为你知道，我知道女生说我不知道她在追，我就觉得很火大。对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对？不要乱转，不要乱转，你先。 没有了，上台了吧你？是不是？也是老家伙，很好的回忆啊，很好的。我的个性其实他现在应该很了解我个性，我个性是一种很直接的。你喜欢我，你要跟我说 ，Lisa， 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要不然我完全不会知道。他怎么敢讲这个？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是国兴有专程送维他命去给王丽人。 什么时候送维他命过去的？哇塞，也是拍戏的时候啦。你还记得吗？嗯，其实我有一点模糊啦。他记得哎，那时候是我刚搬到台北。啊，对，那个时候是这样，那个时候是为什么送维他命？因为你没有放几颗春药。 对，就没有那个情况，一个多月实在等太久了。那个情况是这样啦，就是那一年的情人节啦，我不是那天送的，情人节送维他命，没有，我真的要斩你了。 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一个人过嘛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也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启齿问他说你情人节怎么过？我不好意思问他，那你怎么知道？我都没有问。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过？我是过了1个礼拜之后就买了一个就是东西嘛，维他命给他，然后去他家找他，然后再跟他讲说祝你1个礼拜前情人节快乐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时候是有男朋友？没有，那时候没有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有，我住永和的时候，我是搬到台北。 没有，我知道他中间有经历过一段蛮难过的时间啦。那时候我刚搬到台北，他知道，那他知道我一个人住，而且那一天他送维他命，我感冒，他说我们到我们旁边的火锅去吃火锅。那天还碰到潘若迪老师。10年前就认识，我送你回家就是见到他家。原来我们10年前就认识啊！没有，报大人，我那天我可以见证。 因为我看他们吃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们是一胚啦，他一直帮他夹菜，然后还喂他吃东西。天哪，这件事！因为在杨佑宁的店里啊，火锅店。哦，而且那时候我跟潘老师不熟，对，所以就很尴尬。那时候潘若迪已经是演艺人员了吗？对对对。可是我跟他是熟啦，可是我们两个我不知道他会带一个正妹，因为他每次那个对，就是反正就是带他嘛。但是我知道他把他送回家去。他每次怎样？就是会就把他送回家了嘛。他每次怎样？没有。你先对。他每次都带不同的人吗？还是什么？你刚刚说他每次没有，他每次都带不同的妹啊。然后是不同形形色色，是吧？报告大人，请听我慢慢的叙述啊。 这个每一次见到的人呢，报告大人，如果你没有交出郭鑫的事实的话，等一下鸭子的事情你可有的受。哇！糟糕！大人，你老师斩了我啊！老师，别说要我狗，不是我好想听哦。不是，郭郭鑫就是一个好人嘛，他就是会有的时候，譬如说录完影啊，会跟就是大家约出来吃饭。 那他其实约吃饭的地方都是固定几个地方，所以当然不是说我，譬如说我看到他，那我也看过别人嘛，那别人都是跟他一起去录影的人，这个就是拍戏的人，就这样而已啦。好， OK。他好像现在有在我们面前装出纯情的样子吗？没有吧，我们那么熟了，看得出来吗？嗯，看得出来，有一点点啦。所以你们认为郭鑫有没有牵王丽人的手呢？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一定有，这么熟了。 骑摩托车有，因为就是比较熟了。过马路的时候是牵手的吧？嗯，他会很绅士啊。怎么说？他是 gentleman， 就是要过马路。他像有一些台湾的男生，我会护着他了。对对对，有一些男生他们可能就会叫哎来来来，他不会，他就直接这样子就带你过马路啊。然后手会放开吗？过了马路之后，因为像我是那种就是。 可能走路的时候还在看手机，然后我都喜欢就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啊，所以他要牵手我就很自动哦，就带他过去了。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感觉，我不太懂哎，这件事情为什么无疾而终啊？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后是因为我帮他搬家啦。你还去帮他搬家？帮他搬家，然后我们去挑家具嘛，然后他们家还挑家具，还挑那个还挑 size 的对吧？真的没有道理，是本来要同居对呀。 那个状况是这样，因为女生她搬不动那么多东西，所以我就去帮她扛。对，他们家那个床付出很多对啊，他们家那个床还是我组装的，把它弄好了。那我想现在还是那个床吗？我家里还有那个 IKEA 的那个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两个就是有交往过一下下吧？没有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发现他还是没有什么动静。对，我就觉得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表白呢？对啊，我。 其实我很不会讲这个，我觉得我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。你当时的心态一定是不喜欢他，可是想说这么好用的男生就用一下。其实没有哎，而且他长得这样帅，个子又高，我怎么可能不会喜欢他？所以那你到底在干嘛？嗯，你在想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喜欢过我啊，那我怎么会知道他喜欢我？他是闲着没事干啊。我总不能，因为他好朋友啊，我总不能就是你主动出击啊。对啊，他不喜欢你，干嘛为你做这么多事情？好，那个帮你组床。郭鑫跟王丽人的呢，先。 暂时到这边，等一下再来细究后来。来了，接下来呢？今天我们节目告诉大家就是，白云先生当着大家的面邀请詹乃真去看的电影是什么电影？3D 肉蒲团。对，有这种事，斩！太过分！ 白云兽性大发，詹乃真、王丽人惨遭毒手。乃真当时是在录影的现场，很多别的人在，他是用一种很淫邪的态度。他说，有没有看过3D 肉蒲团？我说，我说哦，我没看过，那我带你去看。王丽人，你记得你有要过我电话吗？王丽人，白云什么时候跟你要电话？我们是在。 乃真当时是在录影的现场，很多别的人在。对。然后他是用一种很淫邪的态度讲。麻烦蔡康永先生措辞。我想不出来别的措辞哎。没有，他就是一个很无所谓的样子，就讲说，哎，没有，他说，有没有看过3D 肉蒲团？我说。 你为什么当中跟一个漂亮女生讲这种事？应该是我有口误，我是要说变形金刚3D。我这个口误一遍嘛，变形金刚跟肉蒲团差很多嘛。变形金刚哎，变形金刚3D版啊，变形金刚3D的变形金刚3D的肉蒲团，你懂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开玩笑。可是乃真，你一个小女生被问到这个问题，应该很尴尬吧？很尴尬。 然后对，但是他说，我就说哦，我没看过。他说那我带你去看。打了已经丢打了，他真的没看过嘛？我老实讲，我还没看嘛。对了，但是可能真的我这误会很大。可是你在大家面前这样讲，不是显得很有我在大家面前讲哦，有啊，我们现在都听到了、啊。那时候是刚好卡机的当下，然后你们一直说卡机，你都要聊这个，所以有机会，休息机会。我只要跟男生两个在一起的感觉呢，就像全世界的人都消失啊，就你们就是我没有感觉到有其他的人存在。奶珍听了会舒服吗？你的梦想就是跟奶珍一起看3D 肉蒲团。哇塞，他发抖嘞！不是啦，因为我觉得都大人了啊，当然发抖，都大人了。 对呀、啊，我怎么大人了？你认为他不需要害羞？对，没有关系。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，我们要用艺术的眼光去看。开玩笑 ，OK。所以那当时你怎么回答的？没有，就傻笑，然后就带过。好惨哦！那你心傻笑？我就傻笑，哦，没关系啦，不用了。OK。所以心里有反感吗？还是没有？我就想说。 我想说，他应该是开玩笑的。我们先问一下，当初呢，你要到了王丽人的电话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邱生锅要到王丽人电话，你也要到那个乃真的电话以后，你有传简讯对不对？我应该有传过了，关心的问候了。内容是什么？很久的忘记了。 包括当事者也忘记了，真的，对我自己也有点，所以是一些很平淡的内容，就可能说哦，最近好吗？什么对，在忙什么？所以没有什么不猥亵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好。然后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什么之类的？那你都不回吗？哎，差的比较就比较冷处理，所以后续就比较没有，所以他就渐渐冷淡了。那白云哥，你记得你有要过我电话吗？ 进来的时候，他问我说：“哎，他是……我突然间想不起来。”王丽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你所以没有王丽人电话。王丽人白云什么时候跟你要电话？大约我那时候还在第一家经纪公司，5、6年前。然后我们上晨晨哥的冒险骑兵，然后我们在巴士上面。我相信巴士上面真的记得吗？我相信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。 当时哎，大家坐嘛，因为呢，当时台湾呢就有一个外景节目，就是晨晨哥那个节目。对。但是那个节目呢，老实讲，有时候我们出去哈，因为大家都很拼命，嗯，所以那个建立的那种友谊那是革命情感，真的。你说谎又流汗哦？不是，是我胖才流汗的，不管。可是你们是在外地吗？还是在台北？哦，应该在外地。没有，那时候是在不是在台北市，我们打炮那一次啊。 报告大人，原料可以斩吗？什么可以斩了？风很大，结果变掉了。就是阴曹地府，大家尊重一点好不好？郭鑫没有丢到脸上，落入白云手中吗？是用炮弹去撞那个走路的人吗？是这种？不是，就是我们要比赛一个东西。可是那次我记得很危险，是因为就是很大的那个大炮。我知道了，又想在大五轮那边啊，那时候样子怎么样？就跟现在一样。不是说以前比较瘦吗？那时候我年纪比较轻一点，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害怕。我想说，哦，白云哥年纪有一点了，他跟我要电话。假如现在他跟我要，我会觉得哦，各位大人，当时白云是已婚的吗？ 哎，对哦，哎，没有，那个时候应该离了吗？哎，应该离婚了啦。6年前，分了，真的吗？分了，我现在都已经离开7年了。哇，你好惊险啊！差一点而已，就刚分对不对？刚分，然后。 很想有其他的朋友啊！哎，可是你们男生在外地要女生电话是说录完影可以一起约在房间聊天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哪那么下流？我们又不是潘若迪老师。白云哥真的没有下流，因为我跟白云哥也有去外地工作，而且真的是离开台湾这个岛的外地，是 Okinawa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你是这时候跳出来是会好一点。没有，我要帮你讲话。然后呢，晚上放饭，我想说，哇，好可怕，那个人。 生地不熟的日本，然后晚上，然后就是可以的话，白云哥就一起约出去吃晚餐。我打过去，滴滴滴滴，打到白云哥，嘟嘟，喂，干嘛？我说，哎，白云哥可以吃饭吗？你赶紧去夹了，我。你好正直哦。在日本哎，你在平常玩做什么？在日本哎，怎么会没空？因为我那时候跟你在酒店对不对？你看，而且没有别人。晚上哦，他5个晚上都没有。友跟我吃饭，有一天是跟那个制作单位才勉强吃一次。对对对，那没有那个，因为后来节目怎么会这么丰富啊？好可怜哦！你在那边也有人可以找哦。没有，刚好跟也是剧组的，也是那个里面。 就是大家都同事嘛，哎，我记得顾宝明宝哥嘛，还有他老婆嘛，后来我们就他们团都不揪我的，对，没有揪他，因为我想说他应该，他早睡早起，对，他懂事了啦，他自己会照顾自己啦。所以郭昕，你记不记得你对王丽人终于转身离去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什么事？你不记得？他不记得是因为我觉得不好的事情，可能个人就会不想要去记得，就是其实。 我现在真的想到，我真的觉得他对我很用心，因为拍完戏，然后2年、3年，连他当兵的时候，他1个礼拜还会打电话给我一次，问我好不好，最近怎么样。当兵的时候打电话给你吗？哎，我们当兵的时候顶多打给父母，哎，你打给他，而且他当兵的时候，他打给我说他在挖洞，因为他就是模拟，要埋自己啊，有工兵要挖洞啊。 再拼回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先说实话，当兵的时候，王丽人是你心灵的寄托吗？我觉得，对啊，因为也找不到什么，因为我那时候也被兵。小 S 这样还说没有在交往，对啊，不是啊，当兵还打电话就是在一起。因为那时候我被兵变嘛。可是那时候你被谁兵变？就当时的交往的对象嘛。等一等，那你跟王丽人是在劈腿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啊。 就是你有交往的女朋友，然后你去帮一个女生当兵搬家，跟10年前嘛。可是我当兵是3年前的事，3年前哦，对，所以还有第二波的追求。所以3年前你还在眷恋他哦，因为我觉得能够就是你被兵变，然后你重新去找王丽人，不是啊？因为我觉得交情这么久的朋友，真的你怎么可能手上会没有别的女生让你喜欢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讲的话他懂。 哇！我的心里只有他最懂啊！你到底是要唱哪一首？我以为只有你没有唱，为什么转成那个？潘若迪压着互相来电，暗地里偷偷来。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的往前迈一步？你的意思是说扑倒他吗？不是，你知道他们2位被要求做什么姿势吗？什么样的姿势？ 当时潘若迪称赞说你的腰线好漂亮，对，然后呢？然后你们两个是被要求在水中做出什么姿势？做出一些高难度的性爱姿势。所以郭昕对你掉头而去的时候，是搬完家之后，你告诉他什么事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是朋友，然后他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我最近好不好。可是他中间也有消失一段时间，就是他有交女朋友的时候。OK。那后来他就又打电话，然后就问我好不好啊？怎么样？我们说很好啊。然后就我又跟他说，哎，我现在最近有交个新的男朋友啊。天哪！但他说我很，而且他的态度很好，他是真的吗？那。 要幸福哦！强颜欢笑。我现在发现他讲的那种，他那个坑就越挖越深。对，因为他人也高啊。所以王丽人才是真正手段高超。你真的是很狠。对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。你当时是在耍他吗？我不知道他有在追求，我是现在后来就是过了，我是2年前，我跟一些女生朋友，然后讲，大家都说你男生朋友好多，那。 为什么都没有遇到好男人？我说我没有啊。那我朋友就会说你怎么不知道谁在追求你？我说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的2段都是直接告诉我。郭昕，你现在听到这个回忆，你有想起来那通电话了没？有想起来，那时候我们。所以当时你在电话另外一头是啜泣的吗？其实是有一点失落啦。但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这样讲，因为也许我们当朋友会更好。所以你碰到了一个就是迟钝的人。 对呀，也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就是人生有几个10年什么没关系啊，没有可是对啊，也蛮好的。发音哥，我们这样子可以是朋友 forever 永远呢。我交个男朋友，交完了2个就永远都不能联络了，永远就都不是朋友，也没有。所以郭昕接下来就是很大方的跟所有他爱的女生表白啊，结果搞到你看王颖平。 就是这样很为难男生，就是表白也不对，不表白也不对。他有表白过，他在康熙表白的啊。所以郭昕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抓不准女生到底要表白还是不要表白？其实我也不担心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试试看。你现在对王丽人还有感觉吗？就朋友，真的就朋友了。鸭子，麻烦你告诉我们，你跟潘若迪怎么开始的？应该说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。朋友的朋友是马 Q 吗？对，马 Q 跟小钟哥，他跟小钟哥是好哥们嘛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一起出去吃饭。那当时是表明了说要撮合你们这一对吗？其实一开始没有，一开始他们两个都不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一对。结果，但是是他常常会露腹肌给我看，然后我常常称赞说你的腹肌好好看哦，然后。 小钟哥跟马 Q 就是会把我们两个就是这是多久以前的事？对，不久，都有没有一年？半年有没有8个月？有啦，1年了，差不多了。1年前，所以潘玮，你当时在想什么？我没有想什么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啊。鸭子其实很 nice， 很多人我跟你讲，我是那种哈。可是你知不知道他有多惊讶？ 当他被你带去生日派对，别人都成双成对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坐在你旁边是你的生日女伴。不是我惊讶，是我所有时光，口中康也惊讶，少熙也惊讶，小钟也惊讶，马光贤也惊讶，所有人来的人全部都惊讶。所以鸭子他那时候对你的态度是认真对待吗？对他就是很礼数很周到，就是我到了那个少熙哥的那个，他有先跟你讲说，请你打扮得漂亮一点。没有讲，他说啊，我生日要不要过来一起吃饭？他就你以为。 是一个很随性的邀请，对，而且就在绍兴哥家的店，就在我家，我以前的家的旁边。好，这就是重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店就在他家的前面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鸭子你下来，一起跟我们吃饭。这么说，你怎么会留一个你旁边的位置给他？对，因为那没有女生啊，那都男生啊。那你大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位女伴啊。我那时候没有女伴啊，我就是没有女伴，平时找不到啊。可是，鸭子会难过啦。对啊，你那时候真的是单身吗？ 他那时候单身，对他到了我把鸭子当是就是很好的那种。鸭子到了现场的时候，你有说你是我今天的女伴，你坐在我旁边？没有这样讲。那为什么他跟我这样讲？会错意吗？没有，他想太多了。他旁边没有。哇塞，好狠哦！我跟他两个还去逛 Costco 哎。 我们两个人去逛 Costco， 所以他在跟你逛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误以为你喜欢他。哦，要给人家一个交代，鸭子，要交代，跟艺人有什么差别？交代，你要讲，白哥你自己带人家看三滴肉，我带他看三滴肉，我爬着别人。我觉得带一个女生去逛超市买生活用品。 不是，这很严重。对啊，不是因为他要买的是一个东西，跟我买的一个东西是一样的，我们都要买一个。漂粉霜吗？不是，要买一个家里用的东西啦。那刚好我会去 Costco， 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有那个卡哦，他是没有卡。请问你们在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不小心就是好像牵他说，哎，你来看那个东西？不会，因为你们两个不就是一起推着一辆推车吗？没有，我推。 然后他拿东西放进篮子里，我对，就跟在旁边走。这就是 couple 啊，我们不是那种会牵的，还过马路那种，那我们没有这样子哎。我们有没有很保护他？就比如说买完单之后你就帮他提重物。第一个他是女生，你本来男生本来就是。各位大人，你们知道买单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什么事？哎，买单的时候鸭子要为自己付钱的时候，潘若迪说不用，让他来付。不行哦，老师。你知道我买一堆，他只有2包东西而已。这样很神奇。潘老师说。 跟我出来不用付钱，所以鸭子，你告诉我们你的心情。你在担任生日女伴之后，又被邀去逛超级市场的时候，你是在想说我们两个要在一起生活了吗？对，而且因为没有，不是对，为什么啊？对。马 Q 有说过，我觉得潘老师好像在追我这种话，因为我们有去长滩岛，然后我就跟马 Q 说，马 Q 如果晚上我跟潘老师一起不见，你不要觉得意外。然后马 Q 说，好啊，那要潘老师有意思啊。马 Q 怎么那么镇定啊？他说好啊，他也跟我讲说他同意就对了。他说好啊，但是你也要潘老师也可以啊。所以你整个长滩岛之旅就是在期待潘老师晚上约你出去，是不是？他到底约你没呢？没有约。后来他跟小钟哥自己两个跑去那个长滩岛看那个比基尼拉。后来你自费手背就是这一次没有啊？对，你手快掉。长滩岛哈，我们说实在。 我跟小钟一间，然后我从头到尾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分开过。那鸭子现在心灵受伤，这怎么办？哇，这个不用想起一次单独。他打电话跟我我说，鸭子，如果每一天晚上你如果要吃晚餐，都可以打电话给我，就是我会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哦，很甜蜜啊，是的，这样很。结果你有没有答应他过？有，我有答应过一次，就是我有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去吃晚餐。那他有真的履行这个承诺吗？有，吃一个非常好吃的越南餐馆。对，哇，就我跟他2个人。那聊什么？ 就聊菜，闲聊啊，聊菜，聊菜。我们2个出去真的不会讲到感情那种。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的往前迈一步？你的意思是说扑倒他吗？不是，太快，我可以说吗？我现在是被告的，包蛋。我其实，在长滩岛，我一点鸭子可能是被告。他在长滩岛，他已经扑倒我好几次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。 我们那种扑倒的方式是因为在水里面。他们2位被要求做什么姿势吗？什么样的姿势？扑倒吗？当时潘若迪称赞说你的腰线好漂亮。对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们2个是被要求在水中做出什么姿势？做出一些高难度的性爱姿势。我可以站在上面，记住了。潘若迪在想什么？不要再说胡话了，好不好？小东哥 Q 我们2个的，因为平常就是小东哥有。你也可以跟马 Q 做这件事啊。报告大人，马 Q 躲得好远啊，对不对？那在岸上的呢，只有小钟一个人，全部说本来说下水冲就冲下去，剩下我们2个。OK。然后他们说，哎，潘老师，你这腰力很好啊，你就跟鸭子一起来。一直 Q 我们。对，说哎，坐，这样。然后鸭子就这样从水，因为从水里面它会跳来，它这样。 砰！一跳就跳到我的腰上，那我就要扶着他的腰。有拍下来吗？没有拍下来吗？他摔，然后我就乱甩。其实我们在玩是就故意整他。你在整他，可是鸭子享受那一堆啊！难得我们那么暴力的，他多开心啊！血脉喷张哎！哇，潘老师那个让女生误会哎，真的误以为晚上就会真的发生这一切。有啦，这有点太……他可是我上次也甩过小甜甜。你是人生第一次被男生这样甩来甩去？甩来甩去是第一次哦，就是其实那个无重力的环境做那些姿势比较轻，就是比较容易达成。比如说倒着，然后勾住腿，还有倒立，对，就是趴在那边，不是埋在水里了吗？对啊，对，我就闷住，然后脚就。那天是因为大家取悦于大家玩的尽兴，哇！所以大家纯粹只是在玩。可是你有想到一个少女的心就寄托在你的身上吗？ 他人生没有被人家这样甩过啊！真的吗？就只有环抱在你的腰上甩来甩去。因为男女会玩这种游戏，就是对对方有感觉才会这样玩。承诺啊，对。潘若迪跟鸭这个就先放下吧。对。然后我觉得3D 肉蒲团是也可以放下吧。对，这没什么，都下档了，你还不放下？对啊，都下档了。 那刚才你问了王丽人说现在的郭鑫怎么样？王丽人有点头，对不对？他喜欢，可是郭鑫已经不要他。所以王丽人，你有在后悔没跟他在一起吗？不会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缘分。那时候真的没有这个缘分。那现在大家都长大了，更没有这个缘分。现在难过了，现在。对呀，我没有难过，没有，我真的很相信缘分。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时间点没有抓对的话，就是。 最近有一部电影，我觉得那部电影真的很好。哇，真的很好，还有那部《Something Borrowed》结婚要不要？对，这个好看。你知道吗？看了那个电影，我觉得真的你要把握当下，有事情有感觉就要讲，要不然可能就有机会错过了。不要后悔了。不要做后悔的事。20岁的时候追你，我觉得那事情也不会长久。对了。 这是一段过去的感情，对，即使是鸭子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嘛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，至少被甩来甩去啊，对啊，享受没有人要吃感觉，下云霄飞车享受得到。那我们就平静的退堂吧，好，谢谢大家。